嚟咗個零身位到啦，跟住喺第二位就九五赤兔啊，內欄第三敏捷神驅啊，咁再見到第四位嘅馬咧有少哥兒啦，內欄紫色衫驕陽名驅啊，喺出邊啊美麗在線啊，咁再見到後多層啦，中檔馬林紅衫就中華盛景，出邊黑衫淺藍帽新力高升啊，後邊五隻進馬快車紅愛射，尾三咧就係呢只一先生啦，武林密碼黑衫尾二啊內欄啊，隔離拍住佢仲有隻桃花雲啊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保羅成全咧就佔先嘅。外面有九五尺到啊，有少少挨咗出去啊，埋邊偷位上就有敏捷神驅，等入面有驕陽名驅啊，咁啊再見到外檔衝嘅馬有新力高升啊，後多陣就武林密碼捐入去穩位啊，揈到最出啊係桃花雲啊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驕陽名驅打橫跑咁樣攞出嚟中檔咧，一衝就過啦，再見到埋邊位置有敏捷神驅，中間進馬快車，出邊上嚟有桃花雲，中檔位置仲有一先生接近終點，爭情上千六，使乜驚啊？驕陽名驅大勝翻嚟啊！跑第二名嘅馬有進馬快車喺入邊，出邊桃花雲，中間夾住一先生就跑第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都係頭段咧搶咗上去，跟住慢慢壓到入嚟，守住內欄第五，入直路而出，掟得對手贏馬嘅係驕陽名驅。翻嚟驕陽名驅，布文蔡玉涵食尾糊啦，贏甩咗啊！翻嚟啦，贏得好輕鬆啊！跑第二咧，出閘慢咗啲啊！嗰只九號嘅進馬快車，不過攝得好靚啊，上嚟搶翻第二、第三名都係單數啲，十一號嘅桃花雲，第四十號一先生。哦，呢